阿松叔叔 ，Rebecca， 我想要学做好事。做好事啊，简单啦。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存好心，做好事。来，服务团。服务团，就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。想当年，我刚考上大学，满怀期待的来到台南。正当我踏出火车站时，刹那间，一道黄色的身影朝着我奔驰而来。我吓得赶紧闪身一躲，但为时已晚，黄衣男子已伫立在我的面前。我大喊：哈，来者何人？只见黄衣男子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接着右手一分，夺走了我手中的行李。当我回过神来时，他已在百米之外。我赶紧提起直追，一路跑过了光复、胜利、成功、自强，在这里慢慢的茁壮。身旁朋友给我力量，准备一起闯。闯你大头鬼啊！吧，讲故事。对。最后，黄衣男子一个拐弯，停在了光一社前。将手中的行李交还给我，此时泪水已盈满了我的眼眶。原来他是在协助我搬运行李，还顺道带了我认识校园。在这世态炎凉的社会，居然还有这么热心的人，愿意伸出援手服务大众。黄衣男子拍了拍我的肩，不哭不哭，眼泪是珍珠，但如珍珠芭乐般大的眼泪已滚滚而下。我哽咽地问黄衣男子：黄衣人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们是成大服务团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服务团。哎呀，爸，那我们要去哪里找到这些温暖人心的人呢？他们就栖身在一活四楼左转第七间。阿松叔叔，我要去哪里才可以跟他们学做善事啊？想做善事，那就来一活四楼左转第七间。如果想要找主持人的话，那就来一活四楼左转第七间。滚！哎，苏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位于一活四楼左转第七间的成大服务团。垃圾要记得捡哦。